好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米格大叔。这间两鼎极品猪脚饭哦，在网络上也是很有名的店哦。那我们就吃吃看它的猪脚饭哦。好，那这边有一些品项可以看一下哦。在顺放的样子啊，好。挖一个腿裤这边吃，嘿。好，那今天大概就是这样子啊。这样一个礼盒式的介绍哦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就是这样配哈，笋丝、卤蛋跟豆腐。有很多人都肥肉哦。好，这是卤肉饭。好，那就是这样，还蛮瘦的哦。吃吃看，还不错。它这肉的部分腿部哦，还蛮瘦的，没有什么油哦。好，真是很瘦，都瘦肉。好，皮的部分一点点哦。觉得吃起来就是一个，应该算蛮，目前为止是吃起来蛮清爽的感觉。好，这只有一点点油。那这个胶质的味道是还不错的。然后卤肉饭吃吃看哦，感觉起来就胶质蛮多了哦。好吃哈、哦，一吃下去就是那个油葱酥的味道跟卤汁的味道啊，然后有蛮多胶质的感觉，好吃哦，很香哦，但是吃起来感觉不油腻哦，还算蛮清爽的，不会让你吃起来觉得说会很油的感觉，倒是没有。好，有点带皮哦。好吃哦，真的蛮够水准的哦。麻皮很好，只有一点点。好吃，虽然分量不多，但是整个味道很香哦。好，那个大叔就继续吃哦。好，目前吃到这样也快吃完了哦。那卤汁的话，就是可以看到哦，放了比较多的油葱酥哦。所以吃起来就是一个油葱酥的香味跟卤汁香味很重哦，
可是吃起来又不油腻哦。好，应该算是改良版的这个腿裤饭哦，吃起来蛮舒服的。那这有他们的地址哦。好，各位，那如果说有到永和永贞路的话，就可以试看这个凉顶哦。那个当初觉得还不错哦，哎，不会很油腻哦，然后但是口味又不是以前古早味的水那种感觉哦，也是有充满胶质的感觉。好，那各位有来就祝各位餐愉快，好，拜拜。因为当初今天觉得这一餐吃的还不错哦，好，拜。